听读练习时针。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活儿是我们干的，受表扬的却是组长，最后的成果又都变成经理的了，这不公平。朋友微笑着说，你看手表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看时针，再看分针？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所以，做得多，不一定得到的多。但是，这种不公平，正是你向前的动力。你应该不断努力，让自己成为那根别人看得见的时针。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。活儿是我们干的，受表扬的却是组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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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的成果又都变成经理的了，这不公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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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朋友微笑着说，朋友微笑着说，朋友微笑着说，朋友微笑着说。你看手表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看时针，再看分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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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
你却看都不看。所以，做得多，不一定得到的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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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，这种不公平正是你向前的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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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应该不断努力，让自己成为那根别人看得见的时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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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工人向他的朋友抱怨，活儿是我们干的，受表扬的却是组长，最后的成果又都变成经理的了，这不公平。朋友微笑着说，你看手表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看时针，再看分针？可是运转最多的秒针，你却看都不看。所以，做得多，不一定得到的多，但是这种不公平正是你向前的动力。你应该不断努力，让自己成为那根别人看得见的时针。